好，大户筹码泄露天机啊！其实股市赚钱的关键啊，全国同学，你好好的问问自己，你懂不懂筹码结构？你懂不懂大户筹码？你有没有大户筹码？大户筹码转多，当然会大涨，不论指数股价，当然会大涨。但是大户筹码转空、转空、转空，股价确实要大跌啊，破底啊！哦，好，很简单。大家好好思考一下，台股从1月份攻到18,600，2月份再攻到18,300多点，当时全市场有哪个老师像张大文这样斩钉截铁告诉你整个筹码结构，尤其科技股，我特别强调科技股、电子股。当时在这里啊，我跟你讲，整个科技股筹码转空，哎，还要破底，还要破底，结果呢，杀到16,000多点。整整崩了1,800点了，同学。那当时2月份我还公开呼吁，我说特别强调科技股要破底，来，科技股的龙头就好了嘛，台积电嘛。2月份还在650，我是不是叫全国投资人赶快电子股赶快给我卖光光，卖光光，不要啰嗦，因为科技股还要领军破底，台积电650全部卖光光，一张不准留。结果连台积电都杀了快100块，从650杀到550多块。但是2月份我送给大家抗通膨商机的钢铁股，当时2月份送给你的中钢，不是新钢2032，当时新钢在20几块。同样的时间，我告诉你，科技股筹码转空向下破底，大盘重挫了1,600点。台积电重挫了100块，但是我送给大家抗通膨，新钢大涨了50%，从20多块飙到36块，大涨50%。好，这样你就知道张老师操盘的功力了。大户筹码不是跟你胡说八道。那我今天要强调，就是说，现在除了你买抗通膨的股票会大涨，听清楚，但几乎科技股、电子股全面转空，这是台湾投资人的灾难，因为台湾散户只会做电子股。那很抱歉，今年科技股转空，这个到现在毋庸置疑，不要争辩。那既然大盘转空，所以这一路以来，你不管买台积电，对，破底，你买联电，照样破底嘛，60几跌到40几嘛，对不对？你买环球晶，基本面这么好，900多杀到600多，对不对？大跌300块啊。你买国巨一样，基本面这么好，哇，500多年杀到400，所以告诉你，今年科技股转空这句话你要牢牢记住。绝大部分电子股会让你赔得很惨的啦。去年买威盛的元宇宙多少啊？啊，100多块，你看杀到50块。所以今年以来，你要牢牢记住，科技股筹码转空，这是张老师在18,300多点，在2月份送给你的话。我在这里送给你的话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科技股转空还要破底，除非你跟着我们买抗通膨的股票啊！我恭喜你，买新钢大赚。好，那这个地方我要跟大家讲的，科技股既然转空，大家知道台股的全值，当然台积电嘛，科技股转空，台积电转空破底，当然指数是一跌难涨嘛，大跌嘛，哈，所以指数近期大家很清楚嘛。对不对？大跌1,000多点，反弹再跌，对吧？反弹就是这样子，啊、哦，跌深当然会有反弹，但是反弹之后还会跌，整个筹码转空。既然筹码转空，买股票我跟你讲，尤其电子股，买一个赔一个，买两个赔一双。那要赚钱怎么办？很简单，指数跟着我们怎么样？向下避险操作嘛。所以这个地方我要跟大家讲，你掌握指数的操作嘛。AI 程式倍数操盘法，张老师40年的专业啊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指数的操作，你跟紧 AI 程式，跟紧张老师带着你大数据 AI 程式计算大户筹码嘛，你只要跟着 SOP 执行操作嘛，你拥有的是一个明确的多空讯号，你不要去预设立场，你不要说一定看多看空。我跟你讲，今年指数是，对不对？空多啊。这个空多于多，呵呵，对不对？空头结构嘛，大跌反弹，大跌反弹，就是这样子。好，那既然是这样的结构，你要操作指数，这里指数会有很大的波动，对不对？你只要掌握波动，我今天送你一句话，我跟你讲，股票让你赚一倍难不难？很难嘛，尤其今年更难啊。科技股转空的股票赚一倍很难啊。
除非你二月份跟着我们买新钢赚五成哦，大赚五成，要不然科技股赚涨一倍，你赔得一塌糊涂。股票赚一倍很难，但是指数赚一倍很简单，但是要有方法，要有策略。指数如何赚一倍啊？啊，兄弟，你只要掌握什么波动嘛，你不要管多空嘛。今年结构已经是空了，我讲得很清楚。但指数我们要赚钱，帮自己创造倍数的获利嘛，对不对？我们想办法帮自己创造倍数获利，利用 AI 程式操盘法嘛。那指数如何创造倍数的获利啊？掌握什么千点的什么？听清楚，我特别强调，我不是跟你讲千点行情哦。千点行情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哦，我讲的是千点的波动。特别强调波动，你要看清楚这是什么话哦。所以指数操作，你只要一天一天一天掌握50点的波动哦，你一个月就是1000点了嘛，对不对？20天不就1000点了吗？那20天1000点不就都20万了吗？指数一点200块啊，1000点不就20万了吗？现在保证金10几万，你一个月20万，是不是一个月轻轻松松掌握倍数的获利？而且波动越大，有的时候2-3天就掌握1000点呢。来，我们亲眼看一下好不好？千点难不难？你回答我啊！我先考考大家，你告诉我，昨天指数到今天指数，光昨天跟今天好了，你回答我，昨天到今天有大涨1000点吗？有大跌1000点吗？都没有嘛！来看一下昨天指数，昨天指数收盘在这个169924，今天收盘在16940。昨天指数到今天收盘只有10几点的行情，哎，只有10几点的价差。但是昨天跟今天有，昨天跟今天就帮你掌握到800多点的波动，哎，波动，哎，同学，将近1000点嘞，我们来亲眼看一下好不好？大户筹码昨天怎么带你操作？昨天怎么带你获利的？来，我们什么都不啰嗦。昨天3月15号一开盘，17173转空，就这么简单。17173转空，全国同学，啊，由红翻绿，转空就是转绿啊，清清楚楚嘛。你只要不要说你有色盲嘛。昨天一早17173转空会赚多少？你不要预设立场啊，转空你就跟着执行操作 ，SOP 执行操作嘛。来，有软体的昨天一开盘17173转空，没有软体的昨天更简单，我们同样搭配的操作的指令，昨天8点50多分，哎，9点钟大盘才开盘呢，所以昨天我们8点50多分操作台指期的，全国同学已经告诉你台指17173转空了嘛？为什么？对不对？不要去猜嘛。所以在17160附近，你赶快啊，试驾放空啊。结果一空下来，全国同学回答我多少点？所以昨天一早开盘8点多，哎，你还没睡醒呢。我跟你讲，8点56，全国同学17173、17176160附近，赶快试驾放空。一空下来，同学一空下来，不要猜，不要赌，不要预设立场嘛。昨天一早一空下来300点，你知道一口就是6万呢，你现在一个月赚多少？一口6万，5口30万呢。好，昨天大跌300点之后，我讲过一样，不要预设立场。昨天大跌300点之后 ，AI 程式发生什么事啊？大跌300点，16875翻多。张老师啊，你大跌300点，你叫我做多，不是我叫你做多。AI 程式第一时间计算筹码，对不对？一早17173转空，你跟着执行操作下来，300点就是你的。大跌300点之后，哎，16875翻多，你就跟着执行操作，全国同学。昨天16875大跌300点之后翻多16875，来亲眼看一下。所以昨天在10点钟我们发给全国同学，大户程式翻多了嘛？翻多了，那翻多怎么办呢？你跟着做多吗？所以16870、16900，赶快买进2笔嘛！因为大户程式翻多 ，AI 程式翻多，大户筹码翻多，大户筹码永远比你早知道啊！所以昨天 AI 程式一早17173先空下来，带着你先空下来300点就是你的，你跟着执行操作 ，SOP 执行操作，一口6万呢，对不对？接下来大跌300点之后16875翻多，你跟着 SOP 执行操作翻多操作，来，全国同学回答我，今天一开盘发生什么事啊？17089，所以相信大户筹码，跟紧大户筹码，好事就会发生嘛。昨天大跌300点，16870附近翻多，你跟着执行操作翻多操作，今天一开盘17089，你告诉我赚多少点？有很难吗？
大涨200点。所以你看清楚，昨天到今天就是一个波动嘛，先杀300点，先大跌300点，翻多之后今天又大涨200点。所以昨天到今天就是一个先跌300点再弹200点的波动。那你赚到了吗？但昨天你跟着 AI 城市一早17173先空下来，这300点就是你的啊。接着16875叫你翻多，翻多你就跟着买多两笔，也还买两笔，今天一开盘200点又是你的。所以昨天亲眼见证嘛，17173昨天早盘开盘下来300点送给你，接下来16875翻多，今天一开盘200点送给你。你告诉我昨天多空两趟是不是送你500点呢？500点呢，亲眼看一下，500点一口就是10万呢。你昨天到今天哈做股票有赚10万吗？所以指数我讲问你不要去预设立场嘛，昨天一早先空翻多，今天一开盘200点，先杀300点再弹200点，昨天的多空两趟的指令就送你500点了嘛，轻轻松松啊。好，那你说今天大涨200点接下来怎么操作？还是一样啊，今天一开盘大涨200点你不要预设立场嘛，昨天大户筹码跟紧，大户筹码跟紧 AI 城市多空两趟送你500点，那今天要怎么操作？今天要怎么操作？来，全国同学，麻烦你用眼睛亲眼见证了。今天一开盘，全国同学通通有，通通有 AI 城市大户筹码17088翻绿转空，很难吗？翻绿转空很难吗？来看一下，今天是不是9点多？一早9点10几分，第一时间发给你短冲 AI 城市17008，开始怎样转空嘛？那然后17010附近带着你赶快怎样市价放空嘛，因为 AI 城市转空，大户筹码转空，大户筹码永远比你早知道。今天开盘大涨200点之后17008转空，一空下来麻烦你告诉我杀到16801这又是多少点的行情？全国同学回答我，200点。所以跟紧 AI 城市，今天一早17008大涨200点之后转空下来又是200点的行情，跟你分享嘛，有问题吗？到了尾盘16834大跌200点之后，尾盘16834翻多了，哎，张老师跌200点翻多，你不要问我嘛，不是我那么厉害， AI 程式告诉你翻多，就像血压计告诉你量高血压低血压，你会跟血压计去争执吗？16834大跌200点翻多之后，16834翻多，你就跟紧 AI 程式的脚步，到了尾盘强攻16954又是120点的行情嘛。所以今天一早17008先空下来200点，接下来16834翻多又大涨120点，麻烦你告诉我今天多空两趟多少点了？同学自己亲眼看到320点了，所以昨天多空两趟500点，今天多空两趟320点，然而昨天到今天的指数只有十几点的价差，但是昨天一早先空两，对不对？先空300点翻多200点，今天一早先空又200点翻多又100点，昨天跟今天多空两天多少点啊？昨天500，今天320，昨天今天是不是800多点啊？那张老师跟你讲，掌握千点的波动，你就可以创造倍数的获利啊！昨天跟今天两天的波动，多空四趟，800多点的行情，你要不要吗？好好思考这个问题。今年的股市我已经跟你强调了啊，绝大部分尤其科技股转空，向下破底的结构是没有改变的。所以这个地方你要赚钱，你必须要拿一部分的资金在指数方面做一个避险的动作。那指数就是掌握波动的行情，掌握千点就可以创造倍数的获利。昨天今天两趟300点，昨天两趟500点，昨天跟今天多空四趟就800点了嘛，有没有千点？千点并不难，问题是你要有工具，要跟紧，不要去预设立场，好不好？恭喜全国同学全国用户，昨天跟今天两天就是800多点的波动送给你嘛。所以我一直在强调，指数的获利的关键在于掌握什么波动，而不是行情。然后昨天到今天有大涨800点吗？有大跌800点都没有，但昨天跟今天波动来回两三百点的波动，你掌握到四趟就800多点嘛，就是这样一个 story 嘛，好不好？所以掌握大户筹码，你自然而然获利是没有烦恼的事情嘛。所以盘中第一时间加入我们的 LINE， 加入我们的 LINE 的好友小老鼠 AI518 盘中第一时间我们会把大户筹码多空讯息跟你同步分享嘛，
跟你同步做一个分享嘛。所以今天是大数据 AI 城市时代来临了，好不好？法人都已经在使用超牌关键技术 AI 城市交易嘛，你千万千万不要说你还跑去学什么技术分析，学什么 MACD RSI 三条线八条线三关价支撑压力，我跟你讲那个都太落后了，那只会搞得你头昏脑胀，多空搞不清楚。你要的是一个极度极度清晰的多空方向，第一时间掌握大物筹码，掌握多空讯息，你才能成为市场的赢家，才是王道嘛。所以 AI 城市倍数操盘法，大数据 AI 城市，由大数据 AI 城市来计算大户筹码 SOP， 你只要跟着 SOP 执行操作，傻傻的执行操作就好了。所以拥有明确的多空讯号才是你获利的关键，你不要去预设立场，不要说一定看多看空，我们要的就是波动，所以你根本就不用猜不用赌，掌握波动，一天五十点，一个月轻轻松松千点的行情嘛。所以大户筹码定多空，大户筹码永远永远比你早知道，掌握大户筹码你获利当然很轻松，没有烦恼啊。所以掌握千点的波动，你是不是创造倍数的获利啊？二月份强弹到18300多点，张老师是不是公开筹码转空，尤其科技股转空，告诉你科技股尤其台股指数还要大跌还要破底，筹码转空，一切反弹逃命放空，你自己看看，从18000多点一路告诉你反弹放空，杀到16000多点，是不是轻轻松松千点行情倍数获利啊？有没有千点行情？自己回答我就好了，对吧？我们2月17号自己看一下18320，2月17号当时带着你全力放空，哎，你敢吗？你敢吗？2月17号，哎，18320赶快放空，一空下来，你告诉我有没有千点？快了嘛，是不是800点了？一口12万、16万，轻轻松松，好吧？那强弹400点之后，3月3号告诉你17923，还在转空，还要下杀，还要破底，你还不相信？对不对？3月3号17940是不是带你空？我们都有同步的操作指令给你搭配讯息嘛，对不对？17932、17940，3月3号再空，3月4号17767告诉你还是空嘛，一杀1800点的同学，亲眼看到啊，一口30几万，你赚到翻了吗？对不对？亲眼见证啊，掌握千点波动是不是创造倍数获利？难不难？并不难嘛。再来是不是、啊？大跌之后，3月8号妇女节当天大跌了1800点，哎，跟你 AI 城市16720、75翻多，张老师啊，你要害人吗？跌1800点，你叫我做多，不是我叫你做多 ，AI 城市16740翻多，不是我那么厉害 ，AI 城市厉害嘛？所以16720、75赶快做多，3月9号一开盘，对不对？16885900，赶快做多，告诉你会反弹，结果呢？哇，700点了，同学。一口14万，五口70万，很难吗？跟紧 AI 城市赚700点很难吗？并不难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大涨700点之后，告诉你筹码还是空，还是会向下探底。所以3月14号17463，告诉你再度转空，还要破底嘛，有没有？3月10号告诉你再度转空，反弹700点，帮你掌握，告诉你再度转空还要破底。结果呢？17436空，17350还是空。3月11号。1731914号还是空，你自己看看，对不对？17330还是空，320还是空，杀到16800多点，你告诉我啊，又是快600点的行情吗？所以这里翻多反弹700点，这里转空下来500多点，你说赚这个钱很难吗？啊，轻轻松松啊，同学，轻轻松松嘛，是不是？好，大跌500点之后，掌握千点波动嘛，昨天大户筹码先空再多两趟，是不是轻轻松松500点的行情送给你啊？啊，对不对？今天怎么操作啊？今天怎么操作啊？今天一早先空下来200点，尾盘翻多上去120点，今天空多两趟，全国同学300多点呢。昨天两趟500点，今天两趟300多点，你告诉我赚钱很难吗？是不是800多点两天帮你掌握到800多点的波动，掌握千点的波动，轻轻松松创造倍数的获利，掌握大户筹码，你获利没有烦恼。盘中第一时间筹码多空转，我们会在 LINE 里面跟全国同学分享，加入我们的小老鼠 AI518， 把 AI 操盘大师带回家，好不好？股票现在不好做，你跟紧用指数，两天帮你掌握到800多点的波动，掌握千点波动，自然倍数获利，掌握大户筹码，对吧？获利自然没有烦恼，赶快拨电话进来。
好，股票要掌握大波段的获利，很简单，你要懂得锁定主流嘛。只有锁定主流，才有大波段获利。买错主流，我跟你讲，下场很惨，满手套了。我们三月份、二月份18300点公开警告，美股 Nasdaq 转空，告诉你台湾电子股、科技股还要向下破底嘛。告诉你一切反弹逃命放空，自己看看环球金重挫300块破底，国巨大跌100多块破底，威盛大跌40多块破底。台积电都是一样，大跌130块，照样破底嘛，邱同学。所以掌握大部筹码获利，没有烦恼嘛。张老师40年专业，我就告诉你未来谁会大跌、大涨、大跌，我都跟你讲得很清楚。二月份送给大家的抗通膨升息的钢铁股嘛，新钢从20多块，全国同学自己看一下24、26、29、32、33、36啊。二月份听我那么话，重压新钢，你告诉我赚多少？100万相对的，100万大赚50万，200万就是100万，赚钱真的很难吗？二月份掌握到升息抗通膨，新钢却逆势大涨了50%，台股却重挫了1800点嘛。那错过新钢大涨50%的，掌握大幅筹码获利没烦恼嘛？未来谁会大涨？还是一样告诉你，油价大涨，可不，这个还是恐吓突破300，什么都来了嘛。所以抗通膨的商机，二开头六结尾的嘛，对吧？今年从去年以来重挫40%，那股价在20多块，跟你讲，同样筹码结构翻多嘛。对不对？3月9号第一支涨停，今天呢，全国同学又大涨了7%哦，又大涨了7%哦，未来谁会大涨？对不对？张老师带你锁定。好，那指数操作一样，掌握千点波动，创造倍数获利。昨天大户筹码、大户城市一早17173先空下来，送给全国同学，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300点的行情，清清楚楚送给你，扎扎实实。大跌300点，16875翻多。你说张老师啊，你怎么大跌300点做多？不是我带你做多，跟紧 AI 城市掌握波动，早上先空下来300点，16875翻多，是不是？昨天一早17173先空下来，是不是300点？10点钟以后告诉你16870、6900买多上来，今天开盘再送你200点。所以昨天 AI 城市先空再多2趟，全国同学轻轻松松帮你掌握到500点的波动，赚钱很难吗？是不是没有问题吧？那掌握大户筹码，获利只是一个结果嘛？听清楚，掌握专业的工具，获利只是一个结果，你了解吗？好不好？那今天大户筹码怎么带你操作？怎么带你获利？来，全国同学，请你用眼睛见证，今天一开盘，你的工具有没有清清楚楚转空呢？啊，又是拼命做多，对不对？今天一开盘17008，全国同学自己看一下，9:1617008附近市价赶快放空嘛。为什么 AI 城市转空，一空下来又是200点的行情，先送给你。大跌200点之后，尾盘16835转多，又强弹了120点。所以今天先空再多2趟，全国同学不好意思，又是300多点的行情。所以一天50点有没有达阵？哈哈，今天几个50点了、啊？对不对？今天大户筹码多空2趟，几个50点？6个50点啊。昨天大户筹码多空2趟，几个50点？10个50点啊。所以光是昨天跟今天两天，你不要去贪心嘛。跟紧 AI 城市，昨天到今天2趟就有800多点的波动啊，了解吗？所以指数掌握到千点的波动才是你获利的关键，不是说掌握到千点的行情。股市没有天天大涨1000点、大跌1000点的嘛。掌握到波动，千点波动，你就是自然而然倍数的获利。掌握大户筹码，获利没有烦恼嘛？大户 AI 城市 SOP 执行操作，明确的多空讯号嘛？一天50点，一个月就是本金翻倍嘛，对不对？更何况昨天、今天两天就800点了，赚钱并不难，好不好？你要有专业的工具，盘中第一时间跟你分享大户筹码多空讯息，立刻加入我们的小老鼠 AI518，任何问题在小 LINE 里面都可以提问，都可以提问。把 AI 操盘大师带回家，才是你获利的关键。奇股倍数获利操盘法，把 AI 操盘大师带回家，好不好？那加入我们的 AI518啊，加入我们的 LINE 或是拨电话进来。跟我们啊做一个咨询，掌握大户筹码，创造倍数获利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